你们的尼诺大人降临。今天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宣布。因为与 NBCG 的主播管理条例不合，我即将结束所有直播活动，也就是说我要毕业了。想知道更多解约内幕吗？本月底我的最后一场直播将为大家揭开 NBCG 十恶不赦的惊天大秘密。当然能够直播到今天，除了要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，更要感谢的是我伟大的赞助商们。所以金主爸爸、富婆妈妈们，可千万不要错过我最后的商单机会。影王口播植入带货，更有直播间开屏广告位火热招商中。那么1月26日晚上7点，最后一单，不见不散。不来看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们的屏幕都会被我劫持。